山望着海，盼望着我的爱，山依旧水依然，为什么他不回来？往日的一段情忘不了，逃不开，山坡上我徘徊，沙滩上我等待，望着山望着海，盼望着我的爱，青山碧海陪着我，等着他回来。望着山望着海，盼望着我的爱，山依旧水依然，为什么他不回来？往日的一段情忘不了，山坡上我徘徊，沙滩上我等待，望着山望着海，盼望着我的爱，青山碧海陪着我，回来。新公园内最引人醒目、最注意的，那就是四座大红色的亭子拱着一座大亭阁。大亭阁的名字叫做翠亭阁，它的周围是人工建造起来的水池，水池里面养着许多草鱼，这些草鱼因为经常能够得到游客给他们的意外粮食，所以每一条草鱼长得又肥又大。靠北边的两座亭子，一座是大前亭，一座是大木亭，分别育有希望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有栋梁之才的愿望。靠南边的两座亭子，一座是供奉抗日志士邱逢甲先生的铜像，一座是供奉台湾蜀诗这本书的作者连雅堂先生的铜像。新公园的北面有一栋罗马式圆顶的建筑物，那就是明文内外的省立博物馆。博物馆的前面有一对用黄铜铸成的牛像，在西面有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石头牌坊。在清光绪13年的时候，因为淡水有一位贡生，他捐献了银两和田地，所以巡抚刘铭传为他奏闻朝廷，为他建造了这座石坊。当时的石坊是建在现在的衡阳街，但是衡阳街呢已经搬到新公园里面了，所以街道的名字又从石坊街改为衡阳路了。各位朋友，您经常来过新公园里面，除了浏览这里面的景色和在这里度过悠闲的时光之外，您对于这些建筑物的由来和含义，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？花
新公园，大家都可以看到美轮美奂，
同时这个地方也跟从前不太一样了，尤其二三十年前的朋友们，你一定知道，从前在新公园的西面只有一侧门可以进来，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有一道弧形的桥，桥下有漂亮的荷花池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中年朋友们，你一定在这里拍过照片，在这里谈心散步过。适逢元旦的今天，我们大家在这里缅怀过去，展望未来，也祝您阖家欢心。我相信年轻朋友们也有您一套新的计划，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。在这里我预祝大家有一个崭新美好的一年。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祝福您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同时我们下个星期天您记得6:10再见喽。照耀。